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，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？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鲁英，鲁英请说。嗨，布鲁瓦斯的高奈后及鲁英嘎哥，今天白天各地都能见到阳光，有阳光陪伴的时候呢，感受起来其实都还蛮舒适的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温度又再度的往下降。详细情况呢，透过卫星云图一块了解。我们形容呢，云就像是棉被一样，可以罩住温暖的空气。但我们就云图上继续来了解了。今天其实呢，台湾上空云量少，环境水汽也少，就像是台湾少盖了一条棉被一样。而同时呢，在大陆上方的冷干冷空气南下进入台湾，所以白天有阳光的时候，这个冷的感觉就不会是那么明显，但是呢，早晚的温度就是偏低的，温差比较大，而这就是干冷天气的最大特征。这样类似的天气形态，也就是干冷空气会持续笼罩在明天，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情况。而等到周末假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的时候，冷空气会开始慢慢的减弱，而台湾附近呢会转为比较偏东风，水汽呢也不多。如果要洗衣服、洗车，都可以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。但是温度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，我们继续透过地面天气图来了解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这个北方的高压，就是这一次影响台湾的冷气团了。今天随着冷空气开始南下，随着冷空气南下开始呢，今天苗栗三湾清晨呢是只有8.4度而已，而且不止北台湾整天感受凉冷，连中南部清晨呢也都在16度以下。我们提醒大家，在明天的时候，冷空气还会再增加，温度还会再往下降，尤其是在早晚的时候，今天晚上、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，低温会进一步降到大约在10度到11度左右，而中南部地区呢，低温也在14到16度，请大家要注意保暖的部分了。而明天在高温的部分，预估在北台湾还有花莲地区呢，高温只有19度，至于在中部以及台东地区，高温大约21度，南台湾高温大约在23度。至于更详细的天气资讯，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、牡丹、满洲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，高温23度；太武、来意、春日低温12到14度，高温23度。三地门、雾台、马家低温降到9度，地点在雾台，高温23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低温只有5到12度，高温22度。嘉里山气温落在5到21度之间，留意日夜间的温差。南投原乡地区、仁爱地区降到了0度，高温20度。台中和平气温在0下1度到19度之间。苗栗南庄狮潭戴安低温6度，高温18度，整天感受凉冷。新竹的原乡地区低温降到了1度，地点在坚实，高温18度。新北乌来、桃园复兴低温只有4度，高温18度。宜兰大头南澳低温5度，高温19度，整天同样感受凉冷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、吉安气温落在15到19度之间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秀林及万荣是云多多的天气，高温20度。寿丰、丰滨低温13到14度，高温20度。凤林、光复及瑞穗低温13到14度，高温19度。卓溪、玉里及富里云量稍微多一些，气温落在4到17度之间。台东海岸线地区云量多一些，高温22度，留意短暂雨势。池上、关山海端及延平气温降到了9度，地点在海端，高温20度。雾野、台东市及卑南低温14度，高温21度。南回地区气温落在10到21度之间，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赖地区气温落在20到22度之间。最后，外岛、连江、金门及澎湖大致有好天气相伴，高温20度。这样子凉冷的天气，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，明天有机会见到下雪吗？但答案是要告诉大家，因为呢天气是属于干冷的情况，所以下雪的天气恐怕还是要再等等了。也因为明天依旧是属于干冷，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，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在北台湾、宜兰以及各地的早晚降温的情况。但很快的到了周末假期，水汽同样不太多，但是温度呢会逐渐的回升，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使用电暖气等这些设备，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用电以及设备器材的安全。那么以上呢就是今晚到周末假期的天气资讯，提供给大家。我们继续要把时间交还给尹漾。